这里满满的，看到没有？葱妈妈的水饺就是 Nico 团购的啦，它有很多口味，玉米的啦，泡菜的啦，还有它最爱吃的麻辣香菜啊。那特别是哪里呢？我决定要把它叫的所有的口味一起合成一份给他吃。来听，好的，谢谢。都是一些小吃特色产品的哈。听说这个葱妈妈已经在你们业界哦，哎，这个是很特别的，这个叫做水饺。水饺我们已经行销了6年哈，我们的中央厨房这个水饺做得非常的特色，非常的好吃啊哈，一年营业额达到好几千万呢，真的。哇，太棒了哈！好朋友一定要买回去吃哦。葱妈妈在我们的田中北斗镇，这里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小吃哦。这个都是我们送你的最佳礼物，芒果干，特色小吃超好吃。我们的葱抓饼。QQ 的，欢迎各界的好朋友一起来，我们葱妈妈今天开幕，送你好礼哦！装潢驾到，这个叫做一品食品，非常好吃的，连皇帝都来了，这台湾电影《台湾万里长城》的神子，专门跑到这边，葱妈妈来买这个葱妈的葱油饼，包括水饺，就简单的三分钟就好啊。非常好吃哈，很便宜，可以看网站葱妈妈如何影音分配分享，非常的棒，欢迎大家来，这是皇上吃的御史食品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呢是我们6年前起家的产品，因为我们家里有过敏。所以对吃很讲究，那现在大家很担心猪肉的问题嘛，我们都用的是台湾猪，可以很安心的使用。那我们最热卖呢就是水饺馅饼，还有情人果冰，是我们现在非常热门的商品。因为我们的冰呢就是金黄芒果冰米汁，然后无添加，那大家可以吃得很安心。今天是我们开幕典礼，然后我们有满满的来电礼，那希望大家呢知道在彰化北斗这里有一间葱妈妈。食品旗舰馆专门销售安心的食物，美好吃的食物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送礼。来，地瓜叶一下，两只葱妈妈赞。又来剪刀石头布，石头。